生命有菩提，法水永长流。生命便是慈悲造就生命之美。接下来请收看蔬食好主意。蔬食好主意，美味有创意。各位菩萨阿弥陀佛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蔬食好主意。在佛经入楞伽经中，佛说啊，菩萨为求清净佛土，教化众生，不应食肉。又说，夫食肉者有无量过，诸菩萨摩诃萨修大慈悲，不得食肉。所以各位菩萨，今天如果我们已经走在修行的路上，就要放弃吃肉，而且劝更多的亲朋好友如数，因为一切的众生都有可能是我们前世的父母或是亲属，我们怎能忍心吃他们的肉呢？而且天地之间这么多好的植物蔬果，这么多天然的食物啊，富含丰富的营养素，长养盈盈的众生。我们今天就要为大家介绍两道素食佳肴，保证让你全家人吃得快快乐乐，安安心心。就让我们一起来观赏吧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第一道美食叫做胡麻豆腐。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它的食材有哪些呢？在这里请看，这个是盒装嫩豆腐，任何厂牌的都可以。然后这个是芋头，这个是已经削好皮的芋头，这个小黄瓜，还有这个红椒，这个大家都很平常都可以看到的。好，再来介绍这个调味料，这个是盐，这个是那个橄榄油，然后这个香菇粉，这最重要的是这个胡麻酱，胡麻酱买现成的就可以，将这些东西加起来就是一道很好吃的胡麻豆腐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一样邀请到我们的美食达人张师兄。嗨，张师姐，还有我们所有电视机所有的好朋友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很开心啊，又来到一个很棒的节目，那是推广素食。好，那今天呢，为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很简单的胡麻豆腐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锅已经热了。好的，来，我们加一点点的油在这里，油在这里，油在这里。因为今天的那个豆腐呢。生嫩豆腐，用稍微半煎一下，因为豆腐比较看嫩，所以要稍微比较不容易哈。对对对，也要多一点点没有关系，待会我们再把它立起来。好，那这个是一般的嫩豆腐。嫩豆腐，好，首先我们这个短豆腐呢，看看切，来，很嫩，所以切的时候要小心。这个好豆腐哈，要煎的时阵哈，油一定爱点，对不对？那无哈，切成小条。也是啊，对，你得跟着它的纹路切啊，比大的较袂哈，为只大的，为只细的哈，比较不好哈。来，这个我要把它切成小条。小条，好，这锅子已经 OK 了吧？可以了。哎，好，我们就是，就用煎的哈，有煎的比煎的搁较济油一点点嘛嘞哈，这样比较哈。因为有水分的时候会喷上，小心要小心哈，要小心哈。好，这样用炸的就进炸的很快了，磨一下，磨的不同的哈。对。好，再来让它稍微炸一下哈，加到稍微一点金黄色，记得油温不要太高。哎，对。一般在喷的时候，那么希望大概灭的要有的，让它不要太过热，容易变质，所以我们大概用中温。
对，稍微让它下下就好了。因为油哈，你啊，甲伤过悬的温度哈，会变质。对对对，会变质哈。一般啊，不，每种油不太一样啊。你沙拉油差不多8-5-6哈。哦哦哦，大概8-5-6哈。那像比较好的橄榄油差不多8倍多，对，不能太高温，不能太高温。起码大家拢来提倡哈，让油温不要太高，破坏它的哈本来的啊这些油的。好，这个营养比较好。我们切小条，应该切小条哈。这些油温很重要，在选择的时候，当然要这可以选择适合的哈。好，这个油是很重要的哈。对，它倒油啊，倒油哈。哎，阿来，合作无间，合作无间。哎，对对对对哈。我刚刚做厨房，我不要听的，我们在家里要谢谢煮饭的人。哦，那真的很感动啊！哈，啊，煮饭的人哈，其实也是这个家庭的那个身体会不会健康很重要的原因哦。对，你选择好的材料哈，哎，好的，选择好的调味料，不要化学，不要添加的，对，你当然就会健康哈。对，这个非常的重要哈。哎，所以我跟我妈妈很伟大。所以讲，咱也是哈，咱也是有好的物件哈，也是讲我们要加物件哈，多给妈妈一个掌声，对不对？不是我在偷掌声，就是讲真的是哈，妈妈真的是很了不起，每天都在啊。好，但是差不多了。每天好都为了这个孩子的三餐啊，家里的三餐而努力也是不容易哈。所以讲哈，妈妈是吃了哈。有一句话叫做哈，有妈的孩子。最幸福啊，最可爱啊！有妈的孩子像个宝，幸福也像个宝。好，把它先捞起来。对，可以再稍微金黄色一下下面，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哈，时间不够，千万不要不够，所以我们就先把它拿起来备用。好，看起来就是哈，不是姐哈，在家里哈，一定是一个很好的妈。说得很惭愧。有休息，偶尔偶尔要鼓励家人要吃素啊。对呀对呀对呀，偶尔偶尔做个比较不一样的东西，所以啊，做妈妈也是要想办法嘞。哎，要做人家喜欢你啊。所以人家说，哎，那黑都可以。最开哈，我的比较爱分享哈。最开哈，最开啦，不是这样哈，我们自己还要稍微给他。稍微想一下哈，为什么人家不喜欢吃我们做的菜？对，但是哦，真的讲哈，你俩做些妈妈最有成就是什么？人家吃完，人家吃完哦，只有妈妈哦，感觉哎，我给做就有成就，有成就感。所以不管做的妈妈做的好不好吃，很用心的，所以哈，总是给他们赞叹嘛，没有哈，妈妈就很开心了 啊。妈妈最容易满足就是你一个赞叹哈，嗯、因为我一个黄爷就过来了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好，把它放旁边吧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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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它先放旁边。我们大概有熟了啦哈。好 ，OK。好，再一个，你这个多的油就稍微放旁边。哎，好，好，看起来就哇，好香啊，芋头香都跑出来了。好，好，好，那你这个油再倒起来一点，哎。好，来，好，再来切小黄瓜，来切这个，来，好，小黄瓜，对，对，然后我们切，今天切菱形好了，对，这样配起来哈，好，切，对，哦，这样，还要不要放一点油了？有，可以，没关系，好，这个不规则的，哎，对对对，这样半条就够了啦，不用太多了哈，这样就放哈。好，好 ，OK。好，下锅。对。小红椒。小红椒半个就够了哈。半个就够了。嗨，所以这样吃煮起来会色香味俱佳，对不对？然后一点点的油。好，你按下看哈。好。不用太多哈。好。跟刚刚我们的那个豆腐一样，有一些油哈。对。哇，这个颜色配起来很漂亮哦。而且营养一定会好的，你看小黄瓜营养也很好啊，好、哦、还有豆腐啊、芋头啊、这个红椒都很棒，好，都很棒。好，来，这个稍微哈，好，不要油放太多，对对对对，所以不用炒，不用炒到多
多熟没关系。 好，我把这个放下去了，好，可以了。OK，哎，来，哇，哇，这很香的。最后我们就要教我们的胡麻酱。然后那边四面的胡啊，我得爱一杯芝麻给它，哎，太麻烦了。好，那不会变的就好啦，哎，唔好，为了吃这个菜，都弄下久哈。加一点点我们的米面炒的菇粉。好，菇粉一点点哈。记得关小火就好了。好，盐待会再下一下下盐巴，一点点盐巴，这是海盐做出来的九蒸九晒的盐巴，对，九蒸九晒的盐巴，你看张董每次做菜都是用最好的食材，哎，在家里做菜哦，大家里的，对对对对，好像焖一下就 OK 了嘛，哈，啊，其实假如说你要跟他让跟他更漂亮的话，把炒好的小黄跟瓜跟红椒把它捞起来，我这样配起来的话，哇，更亮丽，嘿，好，可以了，OK 了，来，起锅放这里，好，这个拿到旁边去，好，哦，就胖了，胡麻豆，胡麻很重要哈，嗯，选择胡麻很重要，嘿嘿，哇，色香味俱佳。对，这个 Q 这里，哎，赞赞赞赞赞，好，哇，非常棒，哎，非常棒的胡麻豆腐，哎，绿的这样子哈，哎，可以，香气非常好。那旁边给它擦一下，哎，对对对，在家里做菜要讲究美感，哎，哇，这一盘胡麻豆腐哦，香个水。有营养又健康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本身就很好的东西，对呀对呀对呀，还有丰富的 B 群呐，非常健康。那我们这一盘胡麻豆腐已经完成，请大家哈看看，很简单吧？帅哥菩萨，有空的话，我们大家一起在家里做做看。胡麻豆腐。食材：格庄豆腐、芋头、小黄瓜、红椒。调味料：盐、橄榄油、香菇粉、胡麻酱。做法：一、先将油放入锅中热锅；二、将格庄豆腐切长条，再依次放入热锅中，用中温火煎至金黄色；三、将芋头去皮切成小条，放入油锅炸熟。四、将红椒、小黄瓜切成菱形下锅微煎。五、加入煎过之豆腐、芋头至锅中，再加入胡麻酱、盐及香菇粉，小火微煮过即可起锅盛盘。接下来呢，要为各位观众介绍的这一道菜叫做山药凤眼果。哈，凤眼果大家拢看捌看到哈，所以请看看我们这里的食材。啊，这个是凤眼果，台湾我讲品棚。哈，这个过年年菜里面常有人做这一种东西来做佛跳墙什么的，这很棒哈。在这里这个是日本山药，好，日本山药，一点姜片，然后呢青豆仁。好，这样加起来做一道菜就很棒。好，再来看看调味料呢，非常的简单。好，来一点橄榄油，好，然后一点香菇粉，一点这个盐，然后最后勾上一点薄薄的芡汁，因为这样这个菜比较会粘着在一个这个好菜的上面比较好，比较入味。好，请大家注意看哦。紧接着呢，我们还是仍然邀请到我们张师兄。嗨，师姐，阿弥陀佛，来为我们试问今天的这一道美食。是的，山药凤眼果，张师兄请。好，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个电视机的好朋友哈，知道其实要做好菜很简单。那再来是凤眼果哈，这一点是
哇，回一点，一斤是买现成的，因为它那个壳好几层很硬哈，不好处理哈。对，一般处理好两走哈。把这个凤眼果，这个到食材店都有在卖哈，凤眼果买现成的哈。了个沙子的，沙子的，安那看好，可是嘛是个啊，是个哈，看软一些嘛，对，看软一些。啊，凤眼果其实已经含有丰富的这个 B 群啊哈，很多对身体哈、啊、复健啊，或是这个养护非常好，对，非常好的食材。好，好，这个的是我们叫日本山药，对，当然台湾也有不同的山药哈。对，那今天我们选择是日本的，因为它的胶质啦，那个对，非常的丰富，细腻，比较口感比较细。啊，其实这里在做就多呢，做哈，你让我们做的小加上好啊，对不对哈？你有人说啊，我来来山药切切用瓦萨比啦，哈，还是做山药面啦，哈，都可以，那都是整很棒的。所以你们，我们下回可以来教一下山药面。就是啊，这个，所以呢，哈，其实做菜。讲困难困难，等你了解的时候，那才简单。简单简单，非常简单。哎，对对对，啊，咱是学是要学啥？先说学讲，啊，要那举一反三，干你几种，你来延伸啊过来讲，对不对？像这种好的东西，你看它含有很丰富的胶质哦。对 对, 对。所以对于在家对肠胃哈是非常好、嗯。好，我们今天拿的是这个是波浪刀。对。好。为什么会用波浪刀呢？因为波浪刀切的有安安的波浪哈、哦，对，它会掉，它掉，阿妈会掉脚。看到雕夹，你讲什么汁的时候哈，它比较能够入味。我你切落去，都因为切落去的时阵哈，较袂雕夹。那怎么切呢？就切条就好了。好，啊、切条，切条可以吗？可以。嗯，好。我们要敬老尊贤。买卖功力老了。老是尊称。好，安得得安喏。这个这样做起来，你看切起啷个呢？温柔很啊。安尼想，安尼做水做菜。哎哥哈，会雕还雕。对，会雕味哈。哎哎哎。先等一下，我们家的油要稍微爆香一下，弄姜哈。对对对对，好。好，加大概，慢性在油两小匙的油精，然后在油精后哈，再油个二八点。像我来讲橄榄油好的哈，哇好的在吧？橄榄油哈，你若有感冒还是有安怎哈？你含一口橄榄油。慢慢慢慢把它喝下去哈，对，哎，老甜的，两米的喝，哎，我以前阿公啊，啉油会好，会好啊，真的，真的没有错，非常的好，精油非常的好，像我朋友哇，他有一百加那个橄榄油素啊，哦，还有够好，对呀，澳洲啦，哦，澳洲的，那你台湾为什么卖卖那么好嘞？对，因为那家的葡萄等一下，啊，真的好的橄榄油，好，爆香一下就可以了，你好，慢慢的喝下去，精油老甜。然后把我们的山药放进去，山药放进去，哇，这个非常好的，然后加一点点的，那个青豆仁，青豆仁嘛，其实蛮是一点哈，看过的，看过的，重点加一点点的高汤，哎，哇，哦，再转再转，好的转，哦，颜色越来越水，看起来就水耶，然后一下。哈哈，我发现到这样，我们就不用勾芡。对，啊，那买也是一点点点嘛就好了。其实你看，待会看一下哦，山药本身就有那个胶质，马上出来，试出来了。越凉嘛，所以给它破开一下下，再收一下汁，它马上好，而且真的不用勾芡。好，这个不要勾芡。不用，真的不用。好，大火稍微热一下。哎，好，调味一下下，很简单。你这个天然的这个菇粉是十几种菇提炼出来的，这菇粉非常的好。你看张总开始不简单，张师兄他的菇粉十几种的菇去磨成粉，好，还有呢盐是用九蒸九晒的盐。好了，我们差不多可以了，快可以蒸那个那装盘的。好，哦，对，好，阿哥嘿，凤眼果，凤眼果，阿哥都可以哈，稍加一点点调味，好，来，哦，这就是耶，色香味俱全，来，啊，凤眼果哈，这样已经穿烫好了，我们再稍微回锅油一下哈，因为这样加一点那个调味料较味的哈，因为我加也无味的哈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加一点点盐，少许，少许的盐，一点点，哎，对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哈，一点点水，高汤，一点点嘛的，来，哈，
哎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啊，这样是的啊，有够方便的，蛮方便的啊。颜色很漂亮哈。这样就好啦 ，OK 啦。好。好，来把它可以盛起来了，来。所以在家里哦，选择食物很重要哈。哎呀，你买那菜。你定甲讲，哎、欸，咱唔敢有功夫，讲敢有功夫的人袂做啦，吼、嗯，安、哦、尼就讲这较简单，啊，佫食会着，用会着，对唔对吼？安尼大家好做，大家做了佫有信心，吼、哦，袂讲啊做佮无信心，对唔哈、哦？我们这个是不惜成本，风险果肉很多哈、啊。这個、叫做哎山药凤眼果，大家看一看，好做吧？我们一起来努力，大家来学习来做。嗯，好，让我们也来看看，回顾重点一下，好吧？好的，没问题。大家下次再见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山药凤眼果，食材：凤眼果、日本山药、姜片、青豆仁，调味料。橄榄油、香菇粉、盐。做法：一、先将凤眼果、青豆仁烫熟备用；二、将日本山药去皮，再用波浪刀切条穿烫备用；三、起油锅放入姜片爆香，放入山药、熟青豆仁，加一点高汤及盐、香菇粉调味装盘。四、将煮熟凤眼果放入锅内，放入盐、高汤入味，起锅淋在山药上，即成一道色香味营养俱佳的菜肴。认识台湾救狗协会及救狗园区，基于众生平等、慈悲相待之理念，慈悲置业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，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，使其免遭扑杀，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，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。然而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。于是，另安置近300只狗儿，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，令其获得安养。于2014年7月份统计，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8000只流浪狗。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1000只的狗儿与养护园区。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，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素食狗饲料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，亦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，透过各类相关活动，呼吁大众重视生命，爱惜生命，使人与万物之间皆能互爱共存，消弭暴戾之气，促进社会祥和。慈悲置业诸善行，十方信众共成就，起见细念归净土，名扬两臂度有情。特为紫安地藏殿英灵牌位及报恩殿所有历代祖先做超度。佛教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特举办中风30系念超度法会，恭请广护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。日期12月9日星期五，时间上午9点开始，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，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，0398993190。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疫情期间参与共修，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。佛
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陈真护生员义工，工作时间每月第四个星期日，工作内容除草打扫环境，洽询电话06-2716-616或06-2716-612，06-2716-616或06-2716-612。洽询地点：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衣，共沐佛恩。配合防疫措施，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，量体温。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